好，咱们比较高啊！阿猫离太远，接招！我嘟！看一下啊，下关是什么？哦，那就是除了水珠哈，都把它消掉。反击2000哦，千几攻击吧。好。柯宁老师哎、欸。啊，他的反击是死后还会反击的，对，他是那种死后还会反那一种。对，所以我在成长之后，我记得我看了艾格打下去，所以对我很舒服啊，啊，英博啊嘞，这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代表你不要等到来啊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本来想说扣一点血是没隐藏的。啊、一开始就高潮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一样齁。嗯，为什么削到那个酸太快了？你跟正鸟的谁削了？林伯伯啊嘞。有一只 ，Thank you。14275，为什么这时候给我断心呢？在这么紧张的时候，时刻给我断心。哎、欸，嗯，哦，你把全部都消掉了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没办法，骑士队的唯一的。唯一的最大优点跟最大优点跟弱点都一样，就是他打得很舒服，可是一下就通关，你的吸力没来不及出。别看那百姓是完全不消心哦，他不消心哦，不消心哦，你看哦，啊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补血了哈。人家看不到百姓哦，听百姓的声音也是可以的啦。哦，记得哦，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呢？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哦，怎样才能留心的？就是不要消就可以留了。关键就是木月可能是来插花的，忽然间这么久。欸，后面有一层还是可以用到它，哦，还是可以用的哈。那个光暗剑三尊那个，反正他没有来打酱油就好了，好吧？哦，这关就慢慢给他撸过去就好了，各位。不要断心，谢谢。没看到百姓不习惯，你听我的声音，这是今天的节目感受会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有道门是轻松打的一个节奏了。哦，即将 overpower 的攻击力哦，基本上打在身上还是零啊，好吧？唱起流星来了哦，哎，这首歌是流星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啊，是流星。嗯，我先看到一个酷狗就直接出现了。啊，厉害的。他打在哪里？这个个人的经验是先轻轻的弄他一下，轻轻的哦，轻轻的哦，把心珠全部消掉，不够力，
太轻了，这时候 要下重手了，各位。因为再不重的话，你就要 GG 了。怎么那么危险的感觉哈？看他们血量，血量八几万而已，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危险？我看那么危险，代表我的 combo 数不够。马上拉高一下哦。五康包，哦，五康包，哎耶，啊，过了，点点，当当，看，明知道我的转速不是那么干，给我这个哈 ，CDE 的哈，行，嗯，不用怕，你这样卡机不会死，不要卡机就不会死了哈，对，相信道满，相信道满，相信百姓。哎呦喂呀！啊，两 combo， 两 combo 啊，不简单啊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居然没有死掉，看你那个凶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结果他是拿来救命的，拿来救命也不错嘛。两 combo 哈，百姓要示范什么？平民三到五，今麦是两 combo 啊，你知道？哇，我那是没消到新珠啊，好像是不小心跌到的感觉哦。可能是虽然不大，还是挺救的。两 combo 看到没有，各位？两 combo， 实况组应该不看过这两 combo 呀。那百姓的台就看下掉，什么叫做来抗暴啊？赶快走吧你，不要在这边影响我的实况了。哎呦喂啊，两抗暴，两抗暴吧，三抗暴。我用两抗暴哇，三抗暴都一了，都一。三 combo， 啊，那个快吧？哦，看见二到三 combo 了，看到？啊，看到？好，再肯加油，你可以把九十八回都磨掉。看、啊，他可能没那个命让我磨到九十八回了。明天有人在后面再磨，加油！哦，我忽然间觉得这秒数怎么惨？各位记得留心哈，不要全部消光光。我知道你们转的功力都很好，欸，一次全部消光你就准备哭哭了哈。攻击珠跟杂珠可以多消了，好不好？波比，我没波比，你拍谁？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账号有吧？我忍不住每次画面往上看，有没有？明明就没画面的，还在那一直往上看。我、哦、这边做了一个叠珠哦，好可怕的新珠哦，全杀掉。没事。不要断线，你为什么要断线？你老心呢？他想让木月有用一点。他不想让木月下一关让我用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说的太好。其实你还有零克，可以把光暗机吃掉。嗯。留心啊，各位！Don't worry, OK. Don't worry.
之后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很嚣张的玩法？太嚣张那一队知道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斜转？有没有？不是短心，操！算你行，算。有了慢速斜转，我再示范一次慢速斜转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是慢速转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怎么可以这么慢的转？斜转，哇靠！再断一次，我真的要……不要试，不要试！啊，他入场是一二啊，我好记性。你一二绿掉，我是一二有选择。手消进光安了，对，进光安。不要考验我的技巧了，就对了。看在这边，这个这鬼狗是怎样？他手消进攻啊，搁来消水火木，灵活啊！对，很开心。嘿，嘿，哦，龙克星亏嘞，大哥讲。还记得刘三叔叔啊？不要不留啊！水火木哈。要丢到手残，给他拉下去就啊，就叫一声就哭了。妥妥，现在就是一波带走的姿态啊，各位，一波带走。我想一下，斜转撸过来，再多一combo。Hola, hola! Say goodbye! 14340，我们血量够哈。啊，不过这个石头加起来乱了哈，各位。有人画面差两秒，你差五秒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刚才也差哦，刚才也差，啊，不过我手机都损了，你知道吗？各位等我一下啊！不要撞到，撞到你就说。各位等我一下哈，我吃个石头，不是，我那个重新连接一下。有啦，刚看一下好像有点慢。水好少，对啊，水好少没关系啊。刚我这队是所有木都是攻击出啊。为什么白金的脸不见了？就。今天就是要玩那个，就是大部分时光组都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是不免水来试一下，看看这样效果会不会比较好。哎呦，有效果比较好哦，变四百多人，效果十分显著，对，非常十分显著。为什么今天人还比较多啊？好油，对啊，今天脸比较油，所以就暂时。不露脸这样，应该是没弄多久了。他怎么知道我要弄那一颗啊？看好斜转，啊，斜转，斜转啊！嗯，因为想到有一个很鸟的队伍，鸟，但我们先躲过。但是你要先等我打完这一队嘛，对吧？对，那那那队那队，我建议你不要死，用很，哎呦喂，我觉得那队比你用的圣达还要久。比圣达还久，那就不是了。对，会比圣达还久的魔队，而且他是有背攻的哦，嗯，有背攻的哦。刘备啊，关羽。哦，刘备啊，关羽在那个就是你知道的。对，各位，这次希腊解放应该要知道，百姓是一定会解放那一只关羽哈。那只关羽，那只关羽我知道了没有？那好像没有，算了。谁希腊？对啊，没有啊。要有光有木，暗没有，火没有，水好像也没有吧？我印象中有。我看一下背包里面，对。我有，对不起，我有水希腊。有，没关系，我也会解。没关系，我先解解木希腊。这对应该看起来蛮稳的吧，各位。
菜我要放在那边我就没办法叠了吗？哎，真的没叠到哎、欸，他那那的，我真的没叠到哎、欸，啊那个新珠千万不要给我变成黑黑的哦，我先跟你讲，我那是还好，嘿，嘿。八得，就叠八次的意思啊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一次的话，好像很轻松的感觉。为什么他看起来让我觉得他很轻松啊？说不定他就真的很轻松嘛。CD 一也9000多哎，因为我这个，你这个回复力，这回复力对啊。只要不断新就好了哈。对对对，等烧一颗多少？1000。看了预约后不要再更新。斜转过去，撸过来，斜转、哦、不要消心啊！哎呀，我干嘛消第二主星啊？手贱，手贱，手贱。应该是不会断心，应该是不会断心的啊，应该是不会。对，来帮我做节目效果，不要这样啊，千万不要断心啊。斜转，斜转，你需要满的水岩系哦。哎，是断心啊你，看你老师，没在惊了。两抗有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做两抗掉11抗哦！跟你讲，这种实力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实况组可以办到这种。哦吉，卡林老师哎，我还有五，我500多万呢。让按摩。你知道他摸我一次？哎。摸你一次，他每摸一次，我会烧一次。哎，好，我们先摸一下，我们先摸一下，各位，就是为了保证是妥妥的状态哦。这珠子分布的会不会太机车了？我怎么觉得打那点小好像不太影响哎？那他500多万血不怕，好吧？没有，我想一下哦。嗯。斜转，斜转，再斜转，这个叫三重斜转哦。好翻腾过，我有感有感有感，哎，断心呢？啊，断心了，啊，你龙客能回满吗？应该是不行吧？开玩笑，这个状况，各位，高潮要来了，高潮，高潮，因为我嘛无白波啊，谢谢。赶紧开啊！啊、高潮来了，各位！来看月输出，知道？高果爆板，应该真上，我相信应该是。来吧，应该不看你呢。等一下，来吧。欧啦欧啦欧啦！你不死我就死了 ！K， 哦、，Yes，Thank you。拍手啊，各位，没有让大家看到这个吃屎的画面，大家应该很失望，对不对？这是高手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一息很难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，各位？哇，那一
哇，太爽了！既然有人讲说好走，好家在，我没有走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他黏黏，好可怕。看到没有？